这个秃鹰康德009的手动机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机子的特点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看到这边，这边呢是个转动手柄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，可以手动去转动这个手柄，也可以呢伸出来一个小的摇柄，这样来进行运作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外接电源设置。它的外接电源可以使用车载的12伏点烟器进行充电，那么它的接口是在这个地方，也可以使用220伏外接电源，220伏，然后转12伏也可以接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它有内置电池，在这个地方。当我们打开开关的时候，这地方可以显示出来它的电池的容量。XC009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它的夹具是4面夹具，可以根据客户的钥匙槽型可以随意的切换，而且呢，它切换起来也是很方便的，切换是自如的。另外一个特点呢，是它的夹具和夹具中间的间距是很大的。那么对于一些配折叠钥匙的客户来说，我们不需要将它的金属钥匙柄单独的拆卸开，可以直接将遥控钥匙就夹在我们这个夹具上面。其实两边都是遥控钥匙，那么它的操作也是很自如的，完全可以将整体钥匙都切割完成。所以说XC009在使用上对于我们锁匠来说也是很方便的。它这地方有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这么一个手柄设计，进行来回运作的时候，手持的感觉十分的舒适。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机载的这么一个梁具，这儿呢是调节它的高度的这么一个标尺，调节也很方便。好，咱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配件。它的配件呢，这个配件有两个，它是来限制定位夹钥匙的位置，配备有两个配件。这个刷子呢，是在切割完钥匙之后清扫上面的灰尘。这个扳手还有这上面一个圆的铁棍，它的作用呢是更换刀片时候用的。它的更换刀片呢是这样的，将它插进去，找到位置，然后这个扳手卡进来，就可以拆卸刀片。还配备了一个小锉刀，这是当我们切割完钥匙之后，钥匙上面有毛刺、棱角，我们可以拿小锉刀，就是把它清理掉。那么剩下的呢，就是一些小的这种小工具，可以进行调节。还有拆卸这上面的这些螺丝，可以使用到这些小工具。那么它的重量呢是10公斤，外出携带的时候可以提到手上，走到哪里这都是很方便的。秃鹰的康德系列009XC009。